上来了。嗯，走，没有，走走。气象达人教您成为气象高手，彭启明主持，中广新闻部制作。各位中广的听友，大家午安，欢迎到气象达人时间，我是主持人彭启明。北部呢，这个雨势呢又开始起来的哈。现在来说的话，台北很多人在游行，不过呢，这个湿湿冷冷的哈，请大家游行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大家呢，也要给他们多一点鼓励哦，因为飞河家园呢，其实是台湾大多数的共识，但是要不要盖合适呢？这个还是有些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意见的哈、哦，所以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哦。这个事实上在面对气候变迁或是面对这个能源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必须要很好的来讨论，很好的来思考。那也祝福这些在这个外面这个游行的一个朋友们哦，为了我们家园做出那么多的努力。提醒大家，这个这两天呢都是这样湿湿凉凉的哦，我们。待会呢，在我们天气对谈呢，来会跟我们的天气分析师廖瑜婷哦，好好来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天气对谈的题目呢，很热门哈、哦，很热门，非常的热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开始发生，但是现在预测可能会发生了。我们待会呢，在我们天气对谈要来访问我们的气候专家贾星星贾博士哦，我们要来谈一个，就是刚刚美国。其实他在这个已经发布了哈、哦，预测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年中开始，可能慢慢的大气会走向一个圣婴的情况。哇，圣婴，什么是圣婴？那圣婴会怎么样？对台湾、对全世界的冲击是怎么样？我们待会呢就要来连线我们的气候专家贾星星贾博士来谈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为什么说很热呢？通常生一年的话，夏天就会很热，请大家要稍微多注意了。好，我们来直接进入我们天气大小事。我们天气大小事单元呢，我们现场连线到我们的天气分析师哦，他也是我们气象团队的一员，廖瑜婷，瑜婷你好，你好，彭博士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这个瑜婷呢，其实是最近呢，其实在这个气象的预测上呢，又进一步哈、哦，其实瑜婷，我们上次也跟他连线过，他最喜欢冲浪了，瑜婷，像这种天气能冲浪吗？可以啊，而且其实今天那个宜兰那边天气好像还不错，浪好像也还蛮顺的，因为宜兰天气现在不错。北部阴雨欸、对，应该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波水汽都是从西边过来嘛，所以这个宜兰这边呢、啊，它算是一个背风侧的，有点类似背风侧那种感觉，所以它其实降雨没有那么的明显，反而是我们的这个北台湾这边降雨是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反而今天看起来的话，宜兰那边的雨反而没有台北这边来那么多。对，好，我们先说一下冲浪哈，因为大家还是对冲浪觉得冲浪就很危险哈。第一个，冲浪会不会遇到鲨鱼？你有没有遇过？会不会遇到一些怪怪的东西？第二个，冲浪会不会溺水啊？冲浪的话，因为我们的台湾的渔民朋友啊，在沿岸大概一公里的地方啊，有放了很多那个定制网啊，所以他会把那个外海游进来的鱼大概都会捕获。所以说，其实那个碰到鲨鱼的机会，其实在台湾近海这部分是没有那么的高。那过去是有在垦丁的海域有，就是有观光客有就是目击到鲨鱼的状况，这个倒是有，但是鲨鱼也没有说会攻，也没有遇到攻击人的一个报道，是没有在台湾这边是没有听说过的。不过要留意的就是说，虽然台湾这边附近没有遇到鲨鱼攻击人的一个新闻，过去往例啦，但是在澳洲或者是在南太平洋一些海岛国家，倒是还有一些冲浪客，可能每年都有大概2到3例这种冲浪客，然后被鲨鱼可能攻击，然后残废或者是死亡的这个情况啦。所以说，如果说您各位如果也要到就是比较像澳洲啊，或者是南太平洋一些岛屿去从事海边活动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那我们台湾这边其实应该是不用太过于担心的。对，好，那
会不会溺水啊？他这个外面的，毕竟在海浪上面游泳哈，你又冲浪，跟一般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要勇气很棒很棒的人才能去做这个事情？一般来讲的话，会建议就是说，会游泳人再去是会比较安全一点啦，因为第一个至少你不怕水，因为基本上来讲冲浪它，我们讲到冲浪，其实它在如果你留心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蛮安全的活动。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因为我们冲浪板是一个就等于是浮具嘛，它会浮在水面上，那同时我们会有脚绳会从冲浪板然后绑到我们的脚踝上面去，所以假设你不幸落水了，你只要抓着脚绳然后去爬到冲浪板上面去，基本上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们只是会担心，就是说有些人如果他不按水性的话，他不小心冲一冲，落水了，结果他就紧张，那紧张他可能一时间就他就没有那个定下心来去寻找自己的冲浪板跟脚绳，那的话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危险。那另外就是说，还要留意的就是海象啦，就是说可能在下水之前的话，一定要先注意这个海流，就是这个离岸流跟这个离岸流，然后或者是左右跑的海流，其实这部分的话都可以去询问，就是当地的居民或是一起来冲浪的朋友，就会稍微看一下这个海流的动向。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海边不有时候常不只是沙子，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叫蚂蚱这种消波块或者是石头。如果说你不幸被海流带走，而且这个体力又不好，不能够游回来的话，有可能会就是被海流带到这个石头或是这个蚂蚱里面去，那到时候可能会全身都是伤了。所以说这部分就是说可能要留意的，就是说可能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啦。那主要就是说不要怕，重点是说最好是会游泳再去会比较安全一点。不过当然是初学者的话，如果是在有教练的陪伴，然后在一个脚踩得到的这个深度的海水水域里面的话，基本上来讲不会游泳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嗯哼，好，我们钓鱼亭是非常的帅的一位各位很能想说气象主播那么的高壮那么非常的帅的帅性的一位，他其实是各位有时候可以去YouTube 可以去搜集到他，或是你到我的脸书，其实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他播气象的样子非常的有意思他是我们这个我中央大学的学弟他同时他也是我知道于婷你是师大附中的吧？对，没错，你是直接推甄要上念大气系的，对不对？对，我当时是申请。对对对，所以他是对大气很热爱，所以大气也可以走出一片天好，玉婷跟我们讲一下现在的外面现在很多人在游行啦湿湿冷冷的，那大概也没办法有转晴的机会了吧？今天大概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今天下半天开始又另外一道这个封面通过我们北台湾啦，所以说我们北台湾的雨的话，今天晚间的话应该还会比现在再稍微再大一点。现在的话，外面就是一阵一阵雨，那就不成长为湿，那可能今天晚上的话可能就是出门就一定要撑伞，而且如果不撑伞的话是一定会淋湿的这样。那目前看起来这波的降雨可能要持续到明天上半天，那下半天的话封面这个水汽都带离开减弱，那这个天气会比较好一点，那就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的下半天开始才有另外一波的水汽过来，我们的北台湾天气才会比较不好一点。所以未来的话可能把握就是礼拜日的下半天到礼拜一的上半天的这段空档的话，我们北台湾这边的话就一样多一点，那降雨机会就不会那么的多了。对，那另外在这个温度上面来讲的话，可能未来一周来讲可能都差不了太多，我们北台湾的这个低温都在12-13度之间，但高温大概是在18-19度左右，其实感觉起来早晚都还是比较冷一点，那中午的话是有点凉凉的这样子。嗯哼，好，刚刚于婷讲到一个重点各位有没有听到什么是不一样的气象于婷是有我们气象预报证照的，一般的你如果这时候看气象局的预报就是大家的预报啦所以它是比较大范围，所以于婷刚刚特别讲了一个重点，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听众有没有留意，明天下半天到礼拜一的上半天有一段时间应该雨势会减缓，对不对？对，没错。那但是问题是晚上像今天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对不对？对对。所以这个请大家留意说这样一个预报的一个差别这个有预报证照，我们台湾的这个预报呢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来源啦就像说各位买报纸为什么你有时候要买很多份因为不一样的这个新闻记者解读是不一样那于婷呢就有不一样的一个解读，那大家如果关注他的这个报道，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专业了在这个地方。那于婷啊，你刚才讲说这未来这一个礼拜很像似乎都这样，还
我一直在看，我其实每天都在看哦，是我每天都跟大家讲还要7到10天哦，到底什么时候会放晴。这个我昨天哦，那个刚好那个我跟一群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去聚餐，结果我们有一位是医生啦，他是非常有名的医生，我们到刚好到这个去唱歌，结果他就点了一个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淅沥，非常贴切，一直下个不停啦，然后什么时候会放晴。目前的看起来，目前模式看起来的话，未来一周恐怕都还是这种比较湿冷的天气形态啦。那如果就这个欧洲的这个中期预报，就是它对于这个比较长期的预报准确度是比较高的这个预报模式来看的话，可能在也许在月中之后，那个就是三月的下半个月的时候，我们这边天气会比较稳定一点啊。对，所以我们要期待那个三月的下半场。现在才上半场，今天才3月8号呢。对啊，对啊，再过一个礼拜嘛，我们再忍耐一个礼拜就三月就过一半了。可是已经一个礼拜了，一个多礼拜了呢。对啊，对啊。不过因为过去的观察经验来讲的话，一个干湿的一个交替，它还是有它差不多的一个周期性在啦，大概就是两个礼拜。那我们过去已经湿了，已经快要2个礼拜了啦，所以说我相信可以期，或许是真的是可以期待，而且这个 model 也有给我们一些提示，那也许真的可以期待三月的下旬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天气是会比较干一点的。对，好，那另外呢，就是今天一个很重大的新闻，就是马来西亚航空哈、哦，是从马来西亚飞北京吗？对对，哦，这个很像应该是确定失事了哈、哦。对，天气上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吗？我们如果因为这个要等到黑盒子验证还有一段时间嘛，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的天气上看到说情况是怎么原因，这个预警有看得出一些特别不一样，从天气上有不一样的地方吗？目前的话，因为那个中南，就是他刚才的这个外电好像是说，这个越南的海军是有说，这个有在那个这个越南的富国岛的南方大概100多里的那个英里的地方，有发现这个飞机的一个黑盒的讯号啦。那这应该是算那个飞机坠机之后，它会自动有一个应答机会发射出来一个讯号，所以几乎是可以确定它是坠海了。那个目前看起来的话，在那个飞机就是也疑似是失事的那个海域这边的话，其实那边的天气都还算是相当的不错的，因为在那边的话，上高层、中高层的对流层都是一个高压所笼罩，那么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热带的对流的一个情形。所以说目前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证据可以表明，就是说这空难会跟天气有关啦，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那边的大气环境相对于台湾这边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想可能具体的这个失事的原因，可能就真的还是要等之后这个专业的这个官方的调查。因为这个有时候也有晴空乱流啦齁、哦、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可以拖暂时的说不是说有一个大的暴风雨或者雷击或是说火山喷发造成飞机的失事，我们只能说初步的看到说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哦。那当然了，这个也蛮令人这个遗憾的一件事情哦，也希望这里面好像还有台湾人，对，有一名台湾旅客，那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里面嘛，对，100多个中国人在里面。哇，这个其实这个影响是蛮大的，所以也祝福这些也非常这个缅怀这些这个不失事的一些朋友们哦，这个希望说一切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个希望啊，哈。对，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于婷呢跟我们连线，谢谢于婷，谢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现在3号马一马当先，距离终点只剩50码了。等等，怎么每匹马都像装了喷射引擎，疯狂加速？6号、1号、2号、4号，7匹马同时冲向会场外的3菱汽车展示中心。3菱马上加码专案，乘用车全车系买就送价值11900的 ASUS Headphone Mini 手机平板2合1，再享高额零利率，千载难逢，马上行动！ Mitsubishi Motors， 快赏车还送真蓝光妈祖公仔哦！新鲜圆豆研磨，香醇浓郁口感，博朗绿挂咖啡，100%雨林联盟认证豆，浓郁香气保护雨林，与世界同步爱地球，随时随地享受一杯好咖啡。
学妹，改天请你喝咖啡。好啊，但是我135要教英文，24要教数理。哈，才刚开学你就找到这么多家教工作？因为我上1111家教网啊，刊登成家录取一律全程免费，还有线上试教全新体验，找家教当家教，上1111就是这么简单。爱读小说的人比较感性，常因书中爱情的千般滋味、友谊的热烈情谊而感动不已。可惜都会生活的忙碌已经让人逐渐失去了柔软的心灵。我是张曼娟，让我为你重温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听听精彩炫奇的故事，寻回那亘古的智慧与温厚的人情。张曼娟私房经典有声书全套六 CD， 中广分享价499元，快速价02-2518-0855-2518-0855。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天气对谈。各位中广的听友大家午安，欢迎到气象达人时间，我是主持人彭启明。今天呢，我们天气对谈呢要连线给我们的气候的专家哦，贾欣欣贾博士，来谈一个最近呢其实很热门的议题哦，就是圣婴哦，不是最近很热门，其实未来呢到今年的下半年恐怕都会很热门。这个名词呢恐怕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事情哦。那事实上这个名词当然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可能都一知半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特别问我们的贾博士哦，真的贾博士来聊这个问题。贾博士你好。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还有博士好。好，贾博士跟我一样哈，我们都是住在女生班里面的哈，所以其实贾博士有一个女儿，我有两个女儿哈，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一起也祝福全天下的这个女性呢，这个妇女节快乐啦哈。对，祝各位妇女朋友，还有未来的这个女性的青年朋友哈，大家这个妇女节快乐。OK， 好，贾博士啊，其实我记得哈，你在一个月前哈就提醒我们今年会有圣婴的现象哈。那我们一直在，就那时候我们一个多月前就在准备，所以我记得应该是上个礼拜的商周，你是上个月告诉我们的嘛哈？对。上个礼拜的商周就特别问到我们这个问题，所以商周有提到说这个圣你的提醒了哈。商业周刊里面，台湾的商业周刊在上期其实有上个礼拜就特别提到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这我们是比国际上的预警还要来得早很多啊哈。所以这个其实是贾博士一直长期在做这个气候的观点，我们不是说跟着媒体呢，因为昨天是主要是美国的这个 NWS 有提出这个预警出来的哈，不过是贾博士事实上在我们内部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就提出了这个预警，而且主要的这个媒体报道呢是上个礼拜哈，事实上他上个礼拜才刊登出来，是在前两个礼拜哦，只要是前两个礼拜就在问到我们这个事情，那我们是一个多月以前就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贾博士，其实我谈到这个圣婴哦，其实这几年我从事气象产业之来就碰到很多次啦，我相信你遇到的深刻体会也比我更多啦哈。那不过呢，我有一个感觉哈，虽然说每几年就会来一次这个圣婴，可是呢我们的国人呢大概都还是不了解什么是圣婴，像我去外面哈演讲啊，我都会考题哎，到底是什么圣婴，结果就是没有几个答得出来。我到目前为止演讲过几千人或带气候游戏这么多人里面，只有一个人答得最完整。那个人呢，各位吓一跳，绝对不是老师哦，是学生吗？不是，不是啊，他是那个味全集团的原物料的采购长。哎，我想他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所以他要特别注意这种气候的现象。对对对，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来先请贾博士来告诉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到底什么是圣婴，什么是反圣婴。好好啊，圣婴现象哈，大概我们中文叫翻圣婴现象，一般它最早我们叫做西班牙话叫 El Nino 了，
啊，就是暖的现象。那基本上呢，这个现象是啊，说明在热带太平洋，也就是说靠近在那个中南美洲秘鲁外海。大家可能不知道秘鲁在哪里哦，但是你就想大概是在海上，在热带赤道附近的一个海面，中南美洲附近沿海，它每隔几年那边的海水温度哦，就会特别的偏暖。啊，偏温度就比较偏高，海温偏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叫做这个 El Nino 啊，艾尼诺啦。啊，那当然我们中文后来就讲是声音现象，西班牙话叫啊、小声音这样子。那当这个啊、有时候过没几年呢，那它又海温又变得比较冷，啊，偏得比较冷，啊，叫做拉尼娜啊，拉尼娜啊，我们叫做反声音。那基本上这个它是形容在热带太平洋上面海温。每几年这种变冷变暖的一种现象啊，它刚开始是形容海，只是描写这个海洋它温度的这个变化，当然海温的变化它就会伴随着这个洋流的变化，稍微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就记得它是一个海温，海东太平洋海温如果变得比较暖的时候我们就叫声音现象，变得比较冷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反声音现象啊，那这个是基本上它是一个海温的变化。那为什么刚博士有提到为什么那个味全的他采购长他会特别注意？因为后来大家发现，哎，这个每隔几年虽然它海温发生最大变化是在赤道的太平洋，哎，但是呢，它好像可以影响到全球其他区域的这种气候的一个变化哈、哦，所以大家就会特别对这种气候的现象、声音反声音现象啊，特别的注意它的这个影响跟冲击。嗯哼，好，贾博士刚才跟我们讲到的是这个海水温度的这个变化哈、哦，不过其实大家一定会很好奇是说，因为贾博士，我其实就我学大气来说的话，我第一次对大气比较有印象，其实是研究声音呢，不是像现在显学是全球暖化，我们那个年代所有的来演讲的做气候的人，气候的人好多、哦，做气候的人好多，然后每次都来讲这个 El Nino 啦 Nina， 那时候哇。那时候我还是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对这个似懂非懂啦、啊、齁、然后不过就听的最多就是很多人都在，大概我记得大气里面有大概三分之一人都在做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现象啦、啊、齁，然后我们科学界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真的发现？因为你说很早以前这个就有这个名词，那到底哦那个很像几百年前就有了嘛，对，可是科学上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现？好，那个其实齁、哦、但就是我们做气候的气候学家开始特别注意这个声音反声音现象的影响，应该是在1982-83年，更早大概1976-77。1976-77它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啊声音现象啊，它就会造成一些国家它的一些比较大的一种气候的灾害哦，所以那个时候大概1976-77年大概就开始有人在注意这个现象。那当然到了1982-83，哎，又出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声音年了，1982-83，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很多的这个啊文章开始在讨论这个声音现象。那刚开始大部分都是一些做海洋的。啊，因为我刚刚讲，它刚开始是在伴随着这个海水温度的变化。那海温的变化，因为在秘鲁外海那边哈、哦，它是有一个沿岸的永生流，所以洋流就是刚开始研究就会比较多，是海洋的学家。那82-83之后，到了86-87，那大家想说，哎，对这个声音已经了解了很多哈、哦，但是后来86-87这个声音也很特别，它跟那个76-77啊82-83的声音又不太一样。哦，所以基本上，如果从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大概从1976-77开始吸引了这个啊科学家的注意啊，特别在70年代82-83，那最大的突破，后来大家认为说，因为热带海洋上面没有观测仪器，所以大概1990-92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TOGACO 哦，就热带海洋的一个观测实验计划。因为那个观测实验计划之后呢，那才对这个声音现象的一个了解才会更透彻。但是如果回过头更早，大概1920年代，一个沃克爵士，他就发现，哎，这个海温的变化跟在这个热带太平洋上面，它这个气压好像跷跷板的关联。所以最后呢，大家研究后发现，就是说这个声音现象不是单纯只有说，哎，海洋的变化，而是大气跟海洋
一起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所以最后大家比较常看到这个就不讲 El Nino La Nina， 通常我们就会叫 ENSO ENSO 啦，好 ENSO 就是把 El Nino La Nina 跟这个在太平洋的这个南方震荡气压的一个跷跷板的现象连接在一起。所以刚博士也提到，大概我们在90年代跟2000年左右声音是一个显学啊，但是在我记得什么时候声音现象开始比较不受，也不是就说被另外一个科学去取代，大概就是在那个 IPCC 的第三次评估报告 TAR， 大概2001、2002之后，就暖化，全球暖化变成显学，那声音的研究就慢慢就稍微又比较退这个热潮这样子。就是说可以从他的这个论文的发表数，对 对, 对，或是说这个大家对讨论的这个数字，似乎很像是比较定案的啦齁，对，就对他的特性就是一个了解，但是他其实他这个特性很像是比全球暖化哈这种很长的东西，它是属于这种长期中长期的这个预测，是对对比较容易预测出来，而且的确是有用的，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刚有讲到，就是说因为全球暖化它是一个比较长非常长时间，至少就要十年二十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的一个变化，那声音反声音它这个变化，我记得我们念书的时候那时候讲它的周期好像是讲3到5年，可是后来慢慢现在我看比较多的文献就把它周期又拉得更长，可能每隔2年到7年，2到7很长，对，2到7年就从2年到7年当中这样的一个长的一个周期的变化。那声音现象它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刚刚讲虽然它是发生在热带海洋的一个温度洋流或是大气的变化，可是它透过大气内部一些我们叫做遥相关，遥相关简单来讲就是说有点比较夸张一点讲法，就是说什么那个蝴蝶效应啊，拍拍翅膀就影响其他地方的一个天气，那声音反声音它发生之后呢也会有这种影响到全球其他区域气候的一个现象。嗯哼，对，好，刚才贾哥讲到说他是2到7年齁，这个变化还蛮大的齁，这个齁有时候两年来一次，有时候7年来一次，这个对对对对，这个没有说啊一定是这个样子齁。那我们现在就来关心就是今年齁，那现在来说的话，其实预测声音反声音准确度很像也蛮高的啦齁，比很像技术比以前好很多啦齁。那贾博士从你现在手边上所观测到的资料还有你这么多年的预判来看的话，今年出现这个声音的几率是真的很高很高啊，然后它是一种很强的声音还是弱的声音，还是说有可能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这个声音的这个预估，我们大概其实在去年冬天其实开始就一直留意，在我们在内部在讨论的时候，那迹象比较明显，刚确实也就在今年初了，1月、2月大概，所以我们大概在2月的时候有一些那个杂志他们访问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根据一些资料研判，就在今年大概夏天大概我们一般大概就7月、8月、9月这个当中呢，大概就将近50%的机会哦，会出现这个声音的现象，哦，大概有50%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哈。那当然，这个目前我个人在最近在追踪声音的一个发展趋势我认为有可能它这个机会有可能还可以突破50%。我个人研判应该有可能会突破50%，大概5到6%左右，最高应该会有60%到夏季。夏季的时候应该会出现这个声音现象啊，国际的预测大概就大概50%左右啦。那我自己的研判上面来讲的话，应该可以有到60%。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特别留意，就是说在海这个海温的变化是表面，可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的变化，还要看到在那个在海表面以下的一个海温的变化。那目前的这个资料有显示，在比较深的这个海温的变化呢，它蛮会 support 这个声音的一个发展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它的机会有可能会高于60%。那国际上面大概就是预估这个夏天会有50%出现声音现象我想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至于它的强度，就到底是强声音弱声音这个强度真的差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声音现象它要对气候的 impact 冲击比较显著，大概是属于那种比较强的声音现象，它的趋势就比较明显。那如果说是比较弱的声音呢，就是都好像一个
我们说推东西的力气，如果我们这个声音的力气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大，它所推动的这个大气的变化就比较没有那么显著。那不过呢，这个从电脑的预测或是过去的一些研究来看的话，我们对这个强度声音的强度的掌握是稍微比较不足哈，不像它声音出现的机会是比较有把握。它的强度目前来看的话，大概还是属于比较弱的声音哦，弱的声音。那所谓弱的声音，一般我们大概就是定义这个温度的变化，大概就不到正负一度了，就是要超过0.5度，但是不到正负一度。那因为是声音现象，也就是说，我们预估它海温偏暖的幅度大概是0.5度，偏高0.5度到一度左右，这种弱的声音是非常有可能会出现的。嗯哼，对。好，那如果是弱的话，它的第一个，我想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说，它因为它这样的时间点是在今年的夏天，对不对？对，可能是6月还是7月开始。目前这样来看的话，应该在6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迹象。那它慢慢要比较成熟的话，可能要到7月、8月左右。7月、8月。对对，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雏形，它的这个雏形应该是在5、6月慢慢会出现，那7、8月之后会比较明显。嗯哼，对。那它会延续到多久？延续的部分目前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有可能可以到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冬天今年冬天可能就是11月、12月这样子，应该是会持续。嗯哼哼，是。不过这个我刚刚还是回到说，刚刚这个问到贾哥，贾哥说目前看至少有这个弱的声音现象啦，是从今年的7、8月开始有明确的，可以说是，然后可能会到今年年底的冬天啦，那它可能是弱的跟强的，它的环流造成的影响就会不一样吗？不一样。它到底说像这样声音呢？我们先讲一个声音的话，假设因为我记得是说声音闪声音，这是两个变数，但另外一个是冬天跟夏天的两个变数，甚至说我们台湾还有出现说春天的声音是怎么样子哈。那我们先不要讲那么久了哈，我们如果讲说今年的夏天还有今年的冬天，或是到明年的春天，如果是发生声音会怎么样？OK， 好，如果说我们这个夏天跟到冬天出现这个声音现象那比较明显的大概第一个因为它是热带海温的变化，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说在夏天当然在这个印尼啊、菲律宾啊、还有澳洲、印度这几个区域它的这个降雨会比较少。降雨会比较少。那台湾刚好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比较模糊地带，我们的影响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如果出现声音现象，刚好我们刚讲到这几个国家特别像印尼啦、印度啦、澳洲，其实他们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农业的国家所以要特别留意，就是说如果出现这个夏天的这个声音来讲的话，这些区域的这个农作物的会面临这个出现干旱的危机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知道澳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农粮大国，那印度是稻米所以呢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后续这种夏天这种这几个国家出现干旱，那乃至于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农粮的一些的产量或价格等等的一个变化，这个是在夏天。那到冬天我们对台湾来讲的话，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常常听到，就是说如果声音就我们就比较出现容易出现暖冬，就冬天比较不冷这是对我们台湾比较明显的。那另外除了台湾以外，像在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还有美国的东北这几个地方，日本、韩国阿拉斯加以及在美国的东北部，大概温度会比较容易偏暖，也就是说这种偏冷的一个机会相对是比较低这大概是对，所以夏天它影响的部分大概对降雨的影响比较显著，那冬天就对温度，所以呢很简单，就是如果声音现象比较容易出现暖的冬天这样子。嗯哼哼，那如果说延续到明年春天呢，声音的春天那至于就是说到这个声音的春天一般春天它的这个影响我们以台湾来讲比较早期我们认为说春天如果是声音的春天我们春天的雨就会比较多，但是后来这个研究后来有在被
被改写哦，发现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这个春天的雨哦，跟声音反声音的这个关联性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大。好，比较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整个最强的这个作用的区域是在热带区域，影响比较明显。除了热带区域以外，那就比较明显就是在中纬度国家。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就想说会问说，那声音，那对梅雨的影响啊，或台风的影响，梅雨的影响大概也是比较没有那么显著。台风的部分比较有趣是，那时候我也做了一些研究，后来大家就是说圣婴年它跟台风个数的多跟少没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如果出现圣婴现象，因为整个暖的海水温呢，它的区域分布是比较偏在整个菲律宾东方偏比较远的区域，所以圣婴年的这个台风一般它的这个生成位置呢，它会离台湾比较远，所以它在海上旅行的机会就比较高，所以那个出现比较强的台风强台的这个个数会比较多了，这个大概是我们对这个春天梅雨还有台风声音的这个影响。所以春雨跟梅雨跟声音反声音的关系比较没那么好，跟台风生成的位置关系不错，声音的时候台风生成离台湾比较远，所以相对它在海上旅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的生命期啦，它的强度也会比较强。嗯哼，对。所以这个贾博士刚刚跟我们讲过，说它的这个影响我听到一个是台风会比较强，台风比较强。强，对对。但是它我们现在就是说对台风的生成，它强度会比较强但是我想大家会更关心说，那会不会来，会不会影响台湾？那比较就是早期的研究大概。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年侵袭台湾的台风大概平均就3到5个左右啦那因为其实它的这个样本数其实是比较少，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侵袭台湾的台风跟声音反声音的这个关系其实比较就找不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关系可以来做参考所以虽然声音年台风的这个强度在海上旅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伴随它强度比较强，但是它有一个变数，因为它在到台湾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就是说它那个距离比较长，所以它影响它的天气的一些变化呢相对会比较大啦所以侵袭台湾的台风它跟声音反声音的关系是比较没有那么一个显著性的一个关系。对对，所以这个刚刚这个贾博士就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不要以讹传讹啦不过这整个跟全世界的环境也还是也有关系，例如说你刚才讲到说菲律宾啊东南亚那个地方比较容易发生干旱所以这个呢还是有隐藏的。那刚刚贾博士只是提到的一部分，全世界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北美洲南美洲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当然这个就要来请这个，因为这个是在我们服务一般的听众啦如果更细的话恐怕就要再持续再请贾博士再来好好的细谈，因为这是一门学问绝对如果你要拿这个来做投资判断的话绝对不能拿来看好，贾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来问问说哇这个声音反声音这个出现的频率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密集还是怎么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接段广告。农委会农粮署抽查市售包装米，结果出炉，有低价进口米混充台湾米，标榜台根九号，含量却不到一半；还有碎米超标，竟说是优质米，产地标示不符，品种标示不符，品质规格不符。中广严选金广米，通过 SGS 250项检测，100%产自台湾的好米，保证不含低价进口劣质米。每箱8公斤丝包装，尝鲜价800元。就爱吃好米，订购专线02-2518-0855，或上中广严选好物市集网站选购。新春求平安求健康，不可错过大悲千手观音大坛法会，美国马仓寺喜饶巴登洛德大法王主坛修法，请您来感受不同凡响的加持力，见识佛法广大博深。3月16号在南港国际展览馆庄严登场，免费入场，座位有限，增进福报请把握机会，速洽03-324-339603-324-3396。资金周转顺利，才能走更长远的路。
汽车贷款找合润企业。2013年全国 No.1 汽车分期付款公司，专人到府服务，申请简便，一通电话快速贷，用钱没烦恼。快拨0800-365-365，还有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好，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我们跟我们连线的是气候的专家贾欣欣贾博士，贾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彭博士好。刚才贾博士跟我们聊了非常多的这个关于圣婴现象它造成的一些可能的影响啦齁，不过还是特别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初步的概念，如果呢你要更好的更详细的这个判断，或是做你这个生意上或决策的参考齁，一定要还要再更往下钻齁，绝对不是就这样听懂了哇今年这个粮食价格要涨了齁，齁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危险齁，齁这个请大家还是留意这个问题齁。那我就来问一下这个贾博士啊，其实因为这个圣婴反圣婴齁，它其实并不是这两年像全球暖化这几年才是一个显学，这已经是几十年的东西齁。它这个圣婴跟反圣婴它出现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呢，到底是怎么样，是都是二到七年的，因为二到七年这个 range 很大的，基本上有跟没有是一样。它是以后像声音反声音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哦，这个变化情况是正常吗？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照理讲它有一定的规律嘛，哈、哦。对。可是为什么是不是二到七年就是代表一个变化很难预测的一个情况？好，这个啊、我们刚讲到这个圣婴反圣婴的现象，还有它可能对这个全球区域的这个冲击跟影响哈、那我稍微要跟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学者在做这样的研究呢，我们是用一种分析的方法，叫做当专业术语叫做合成分析，也就是呢，我们去把同样类似的发生圣婴年把它找出来。哦，这些年份一个一个把它挑出来，反生一年把它挑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个评，把这些个案全部加起来看，所以这种分析叫做合成分析，它会凸显大家的共通性，就大家都一样的东西会被放大，可是呢，大家有一些差异性的东西呢就会被削弱哈、那其实基本上呢，每一年的这个声音现象跟反声音现象啊，其实它都不太一样。好像1982、83，那整个那个热的海水温度是从秘鲁东岸那边出来的，但是有几年86、87呢，它这个暖的这个海水温度是比较从西边往东边走，哦，从西边往东边走啊，所以这个大概先跟大家做一下这个说明了哈。那刚博士就问到说，刚刚讲说2年到7年，那也有人说3到5年。好，那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大概1950年代到2014好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圣婴反圣婴的这个发生的一个频率，基本上好、大概就是2到3年啦、如果比较快一点大概是2到3年啊就会有一个圣婴反圣婴的这种现象出现，我想这是第一个，但是平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抓的那个范围比较长，这个可能周期是2到7年。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圣婴反圣婴年这个反圣婴年就是冷的这个海水温它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它通常最长可以跨到在大概2年到3年，2年到3年哦。可是如果是出现这个圣婴年Enso 比较暖的这种年份，它一般大概就是跨1年到1年半，最长到2年哦，所以它这个声音反声音，它不是说我暖海水温特性是怎么样，冷的就是怎么样，所以它有点不对称的这种现象。再来就是说，现在大家就讲那个全球暖化，暖化会不会让这个声音反声音这种频率有改变？现在从很多的学者的研究，当然现在都是要用这个电脑模式来模拟哦，对这个暖化来讲，确实它似乎是会比较有利于这种比较暖的海水温，也就是说声音现象出现然后，所以这个 IPCC 在去年的这个第五份评估报告，它也有提到，就是说当暖化在一个暖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出现偏暖的这个声音现象的频率跟强度有可能都会比较增加跟增强啦，这大概是它在这个全球暖化之下对声音的一个影响。
嗯哼，所以这个其实是应该是有一点影响。不过贾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前几年我有听到有些学者发表一些论文哈，他用一个非典型的声音跟反声音哈，对的，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件事吧？哇，这个东西哈，哇，真的是啊，就好像感冒，我们那时候不是那个N姐有那个非典感冒，所以那一样声音也突然出现了一个所谓非典型声音。我觉得这个是从科学上研究也蛮有趣的现象啊。我们刚刚讲说声音反声音的这个理解，我们大概在1976-77年开始，1976-77到1980左右，80那90的时候呢，大概有比较好的这个观测啊、哦，比较大量的观测资料。好、哦，在这个过去的研究基础上面，认为这个声音反声音，它大概就是赤道东太平洋是密无外海那个海温变暖变冷的现象。那我刚刚在前面有稍微提到，其实每一年仔细去看，每一年海温这个变化的这个从哪里开始变暖变冷的区域哈、哦、不太一样，所以大概是在应该是在2004-05年左右吧。首先是被一个日本人啦、阿秀克他们就有讲到叫一个那个 Modoki。哦、Modoki 那日文好像叫做尾啊，虚伪的尾、哦、尾声，我们如果这样讲尾声音是好像翻译不好听，所以大家就把它翻成什么非典型声音、哦、那是非典型声音。那基本上我刚刚讲，因为每一次声音个案、哦、其实它的特性都不一样，就好像我们人、哦、双胞胎也会有差异。那这个差异就在于就是说这个偏暖的海水温到底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大概70年代-80年代很多的声音，大概它偏暖的海水温就是在从秘鲁沿岸啊、秘鲁外海就中南美洲那边啊、由东往西伸这样子，这种声音比较多。可是大概在9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呢，诶，怪怪，这个暖海水温诶怎么好像不是从原来地方的，是在大概赤道换日线贾博士，好，对对，我们这个问题呢下次好好再谈哈，因为今天时间关系，谢谢贾博士、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